胆的真胆，在我的床上泡我的马子。先生，其实呢，详细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在外面撞车，那么一撞呢就飞进来了，在飞的过程里面呢，不知为什么我的衣服裤就没了。那么这位小姐呢，刚洗完澡没穿衣服就走出来，而我们一撞就撞到了床上。其实呢，我们是清白的，是无辜的，是光明正大的。我说完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说呢？才不管自我和空间，不要你伴，在我内心中，我反我叛。我怎么解释？我就是威震游金榜，杀遍兰桂坊，风流而不下流，性感而不令人反感。香港的理查基尔，风度翩翩，魅力四射的床上小旋风，姓朱名楚雄。还有就是杀进庙街无敌手，勇闯中国城，风度翩翩，没事就抓人胸，见妞你就往前冲，嫖妓你不给钱，相貌堂堂，出了名的短枪手，床上小旋风，办事不用一分钟，人称百毒郎君杀手熊嘛，对不对？没去过谁不满，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，让你走。哦，孟娜小姐，我已经暗中凝视着你超过一个小时，你的美貌就像一根针深深插进我的神经中枢，使我颤抖着，在颤抖着。我用不羁杀死困门，快乐心中想为我伴，你想泡我？不想。凭什么？当然是凭我能够让你欲仙欲死，翻云覆雨，咬碎银牙的功夫啊！你好呢，还是他好啊？你说谁呀？要提防粗中有细呀。那比比看，几位有没有自卑感啊？我行走江湖二十几年，得了个外号，称之为鸟神。报告老师，我觉得他这是做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假的了。一年里像你这种人，我起码见过五个。快点回去睡觉了，小阿谦。资料有一个练瑜伽的印度人有这种本领。那是怎么样的？首先你要用举哑铃的方法。哎呦，我每天都举哑铃。不是你举，是你想弟弟举。举哑铃。在我内心中，我反我叛，放任赶走我的不满，我用不羁杀死困门，快乐心中常为我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道别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，道别你身边，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道别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。